今天第一次见宋帕部长，一定要好好表现。哎，就算没病，也得给他说出个病来。是是是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原来是宋帕部长请的私人医生。 身体怎么样？不是，你别摇头啊！你张嘴，我看一下你舌苔。有舌苔痛吗？有。想办法问出地牢在哪儿。哎呀，张嘴，张嘴啊！地牢在哪儿？ 地牢在哪儿？哎呀，难受啊！胸口好痒啊！早知道不穿这种带钢圈的内衣了。小哥哥，你过来帮人家挠一挠嘛。 什么叫不见了？继续找。找到了，他在顶层西边的阁楼。哎，干什么呢？ 关窗户。嗯。他去的是女仆。没有甜品。别去了，他又不在了。你耍我！我不想听到你说话。啊，一会儿喝酒去吧。好啊，好好这边看，是吧？